警车赶来夜市的停车场，动手打人的恶煞早已不见人影。没有在这边发生，对，四个幺，这是高点，开始是打的还是打的？打的。支援警力陆续抵达，剩下被打的男子，消防员正在替他处理伤口。爆发斗殴事件的地点在高雄瑞丰夜市，周四晚间10点多，人潮络绎不绝。何姓男子跟3名友人相约逛夜市，在停车场旁的走道巧遇熟识的曾姓少年，互看不顺眼，曾姓少年一拳挥过去，围殴痛打何姓男子。动手之后，行凶的恶煞从人群中逃逸，远警巡线找到主嫌以及他的张姓友人。他们是互有认识，应该算是朋友关系。在逛街的时候，因为互看对方不顺眼，一言不合就发生打架的情势。他们大部分是以徒手的方式来斗殴这样子。逛夜市打群架，还有6名涉案的人，警方将陆续通知到案。也因为发生大乱斗，当下吓坏了不少游客，逛夜市却目睹暴力事件。 TVBS 新闻，艾昭贤、张丽玲，高雄报道。